如果你没有自信，欺负的人马上就来，教你四招让你自信满满，建议点赞收藏，以免找不到。一，远离打压你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做到让所有的人都满意。有些人不管你做得有多好，总有办法挑出你的毛病，遇到这种人趁早远离他，这种人就是见不得你好，和这种人在一起你永远没有办法自信。二，不要讨好别人，每个人生来都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而生的。当有人对你说我对你很失望，不要难过，记住你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期待，你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，你就是你，独一无二的你。三，给自己设立目标，目标不需要多远大，但要确保能完成。当目标完成时，内心就能持续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这会在潜意识里暗示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。四，直面自己的缺点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如果你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感到自卑，那你永远无法自信。想要自信，就学会直面缺点，不要害怕把缺点展示给别人。当你习惯接受所有的目光，你反而会让你更加自信。MBN 六六无穷 ，MBN 六六大胜，唯有 MBN 六六。